你从棺材中醒来，记忆逐渐涌入脑海。原来十年前村子爆发战乱，你因为大限将至，索性将自己掩埋，静待复活。一切都只因你得了一种怪病，名为长生。每当大限将至，就会陷入沉睡，而醒来后，已经消耗的寿命又会重新充能，周而复始，不入轮回。如今十年时间，战乱应该过去，曾经生活过的小镇还是之前的样子。来到一处农家，看到熟悉的屋顶，嘴角上扬，那是你和青梅竹马一起玩泥巴时留下的坑洞。敲门问道：“请问池溪在吗？”闻言，一个小女孩探出头来：“哥哥，你找谁？”你愣住了：“这里不是池溪的家吗？”“不是哦，你找错了。”你有点失望。十年前，这份战乱，姚希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或许他早已经不在了。可就当转身准备走的时候，一道熟悉声音响起：“萧凡，是你吗？”砰的一声，菜篮子掉到地上。当确认眼前之人后，姚希激动的用手捂住嘴巴，泪水不住落下。小女孩立马从屋里冲了出来，拦在中间：“不许欺负我娘！”听了这个词的时候，你心脏几乎停跳，投去疑惑目光。他却并没有回避，只伸手抚摸你的脸：“萧郎，十年了，你还是和当初一样。”你心中苦涩：“为什么？”嫁为人母的青梅笑了：“那年我们分开后，我被匪徒追杀，后来是他将我从死人堆里救了回来。半年后我养好伤，战乱也停止了，我等了你三年。”说到这儿，妇人眸光微动，那是一丝失望和无奈。这三年来一直都是他照顾我，他对我真的很好。听到这话，你愣住了：“是啊，只是十年对自己来说很短，可对瑶瑶来说太过漫长，人生又能有几个十年呢？”想到这儿，蹲下身子摸摸女孩的头：“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我叫姚念凡，今年六岁啦。”你反复念叨几遍：“念凡，念凡，真是个好名字。哥哥的名字中也有个凡字，不过我叫萧凡。”说完起身就走。看着背影，女孩仰头问：“娘，萧凡哥哥是你朋友吗？”“不是朋友，是一位很熟悉的故人吧。”“好了，爹爹快回来了，我们一起去做饭给他吃好不好呀？”“好呀。”走喽。另一头，你到小镇上的棺材铺找了份管饭的工作，店主李瘸子把手艺交给你，全当发工钱。就这样，白天打木头，晚上睡棺材，寒来暑往，八年时间如白驹过隙。到第五年的时候，李瘸子也没熬过你，某天晚上躺进棺材后再也没能叫你起床。这天清晨，棺材铺大门被个少女推开：“长生哥哥。”你无奈：“念凡，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别叫我小名，这小名以前啊都是你娘叫的。还有，我这是棺材铺，你一个丫头成天往这跑，像什么样子？”少女吐吐舌头：“我才不管那么多呢，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去吧，我去给你做饭啦，你快出来吧。”说着就蹦蹦跳跳去了后厨。你叹息一声：“自从一年前瘟疫爆发，姚希夫妇就去世，他们的白事还是你帮忙操办的。本来打算行走天下，可念凡这丫头现在举目无亲，自己怎么都得等她嫁了人才能放心。”吃饭时，你俩默默喝着白粥，突然姚念凡抬头问：“长生哥哥，你是仙人吗？”你敲了下头：“说什么傻话呢，要真是仙怎么会看着你娘他们这瘟疫而死？”可少女却低下头：“长生哥哥，我今年14岁了，不是以前的小丫头，有些事儿骗不了我。”你摸摸她脑袋：“你这丫头今天又发哪门子疯？行了，一会儿我给你买糖葫芦，池溪是我娘的小名。”话还没说完就被少女一句话堵上。你放下碗，气氛一时僵住。半分钟后：“你是在怪我没有救你娘吗？”少女急忙道：“不，我从来没有怪你，从小你就把我当妹妹一样照顾，我太了解你。如果你有办法，一定不会看着她死，这个秘密是我娘死前告诉我的，因为她知道我……”话还没说完被你一个包子塞住嘴。好了好了，明天带你去抓兔子总行了吧，这件事儿就此打住。你继续端起碗喝粥，可少女的眼中却泛起泪花：“为什么当年你错过了一次，现在还要做同样的事情吗？”你只好放下碗轻叹一声：“我希望亲手埋葬你的是你的子孙而不是我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听到这话，少女不由攥紧了拳头。18年前自己尚未出生，长生哥哥就和娘亲情投意合，可18年过后他容貌依旧，小瑶瑶不懂，但他知道长生哥哥能活很久很久。想到这儿千欢笑：“哥哥总是那么好骗，我又骗到你了呢。”陪你看上月间，陪你看沧海变迁，陪你一字又一言不下回忆的诗篇，陪你将情节改写，陪你将八荒走遍，只因你独得独我。少女抹了一把泪：“作为惩罚，今天你打算送什么给我呀？”你递过去一个雕好的木头兔子：“喏，生日礼物。”少女捏着木雕的小手攥得很用力，直接发白。饭后瑶瑶说：“明天镇上会有仙人来选徒弟，
他想去试试，都说啊，仙人能活很久很久，或许那个时候我就能一直陪着你了。你叹口气，念凡啊，仙人其实也不是那么……话还没说完，小姑娘就走了。到门口的时候，她停了一下。长生哥哥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人终被年少不可得之物困其一生。你这样做，何尝不是给自己添加了一道枷锁呢？话音落地，身影消失，看少女离去的背影，你久久不言。这心中想的是什么？没人知道。第二天，镇上的金光降临，从飞天上下来一个女子，右手一挥，戒指中就飞出个巨石，冷漠道：“16岁之下，欲求长生者，可上前测仙缘。”那一天，很多孩子都去世了，几百个孩子，能让大舌头发出微光的都寥寥无几。排了很久，姚念凡走到巨石面前，当手放上去的时候，登时爆发出耀眼蓝光。仙长龙露起激动了，居然是极品水灵根。丫头，你可愿拜我为师？姚念凡起初是高兴，但他犹豫，仙人拜你为师以后还能再回来吗？冷若雪很明白，递过去一包东西，当然可以，但你学成此刻下山。另外这些你可交给家中亲人，一个时辰后我带你离开。另一头棺材铺内，你躺在摇椅上看书，少女走了过来，长生哥哥，仙人要收我为徒，你收起书，你真的想去吗？想。握着书的手不由紧了紧，为什么？为了长生。四个轻飘飘的字从少女嘴中说出，但却重如千钧。是啊，因为只有得长生才能伴长生。看少女倔强的模样，你笑了，走过去摸摸头。天下有很多凡人变成了仙，但从来没有仙回到凡。长生路亦是不归路，若有一天你走累了，且回头看看，长生哥哥永远在你身后。一个拥抱过后，瑶瑶就这么走了。在他之后，你也收拾行囊出发。这8年下来，容貌未变，镇子上关于你的讨论早已沸沸扬扬。如今瑶瑶走了，也没什么牵挂。你消失后，小镇上传出各种谣言，有人说你是托了念凡的福被仙人带走，也有人说你和仙人起冲突被杀。但有一点倒是八九不离十，那就是你要去幽冥宗，没别的，就是想看看念凡。根据仙人离开前所说，这地方在南边万里外，普通人若能脚程30年都未必走得到，但你不一样，30年不行，那就50年，反正有的是时间。瑶瑶交给你的那包东西里，除了金银，还有一本炼气期的修行法诀。根据上面所说，3天内能到炼气1层的是天才，1天内是顶级天才，1个时辰是100年难遇天才。至于你，也还行，20年就到了炼气1层。这20年靠着棺材铺学的手艺，每到一处地方，就会给人做上几起白石转盘缠。除此以外，你形容点穴的水平也蹭蹭往上涨，亲自看着人下葬，观察后期发展，能不快吗？终于花50年时间走到了幽冥宗山门下的一处小镇，在这里流传着一个传闻，说是幽冥宗出了个千年难遇的天才，名为姚念凡，仅入门50年就惊天大成，这样的天之娇女，青年才俊，无不趋之若鹜，欲与其结为道侣。可他的回应从来都只有一个，你们所有人加在一起都比不上长生。长生是所有修士的梦想，久而久之他也被称为修仙界最纯粹的人。与他的备受瞩目不同，你的存在感几乎等同于无，整个小镇的人都没注意到一家棺材铺开张了。时间就是没有过去3年，一天有个小和尚鬼头鬼脑探头进来，经过棺材内突然坐起一个人，他吓了一跳，是说棺材是死人睡的，你怎么能睡在里面呢？你笑了，这话就是你说的不对，无论是仙是凡，最后都免不了一死。既然如此，活人为什么嫌弃自己的最终归宿呢？小和尚歪头想了想，让双手合十，阿弥陀佛，多谢施主指点，是小僧着相了。这佛门弟子名叫冷风，他表明了来意，说是最近天佛寺和幽冥宗联手降服了一位作恶多端的魔修。虽然他生前作恶多端，但小和尚心善，不忍看他暴尸荒野，所以想买一副棺材替他入殓。穿过荒野，在冷风带领下，你终于看到了那所谓魔修，整张脸都被打碎，牙齿落在一旁。冷风在旁念诵佛经，你在旁收尸，擦去血污，将破碎的皮肉缝好，牙齿归位，换上寿衣，每一个步骤都做得一丝不苟，极为认真。最终刨坑挖土，抬棺下葬。可在立碑的时候，你停下了动作。他叫什么名字？还有立碑人写谁呢？小和尚双手合十，这施主乃是天魔宗宗主，外号血魔老祖，具体姓名无人得知，小僧受门规所限，不能为其立碑。你想了想，随后在墓碑上写下天魔宗血魔老祖葬于此，立碑者送葬人。冷风疑惑，施主你外号叫送葬人吗？是啊，我卖棺材的，专门给人收尸和下葬，不叫这个叫什么？走啦，以后有这种生意还来找我。回了棺材铺后，你摸出一颗牙齿，是从血魔老祖身上发现，乍一看和普通牙齿没区别，可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上面刻了一些极为细小的阵纹，是个上了锁的除法阵。3个月后阵法终于被你破解，
从里面得到一本书，是血魔老祖自己的研究心得，说是他本身天赋并不好，是最低级的杂灵根。在练习期挣扎多年后，他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，灵根既然存在，那是否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提升品质呢？于是他开始在活人身上做试验，最终发现灵根无法通过丹药、功法、阵法等一切手段提升品质，但却可以用灵根吞噬别人的灵根，从此开启逆天之路，成了一方大能。但最后他的疯狂杀戮也引来其他门派围剿，书里除了吞噬灵根以外，还有很多血魔老祖的想法，例如人造灵根，用外物植入人体，形式灵根存在，之后的日子平静且孤独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那个新生的小和尚总隔三差五来找你，有时候是请你给人收尸，有时候讲述修炼心得，但更多的是二人谈论佛法，又或者说是哲学。不过得益于50年行走人间的阅历，变法大多是你取胜。岁月悠悠，又过了20年，小和尚变成大和尚，小凡，今日贫僧定要与你变上300回合。你叹气，你如今好歹也是天佛寺主持亲传，众人口中的冷风大师。他翻了个白眼，随意坐上一具棺材，管他们作甚。话又说回来，你的天赋是真够烂的，20年过去就从练气3层变到4层，我真担心哪一天不小心嗝屁了，到时候我找谁变法呀。你呵呵一笑，修行天赋又不是我能决定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诶，没有，我可以帮你啊。虽然不能帮你改变没有灵根的事实，但延寿命还是没问题。你总不告诉我你活了多久，我可不想失去唯一的朋友。你呵呵一笑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寿命这种东西不要看得那么重，一切顺其自然。今天我想让你帮个忙。他摆摆手，不帮不帮，除非你同意我给你延长寿命。这和尚怎么这么固执？无奈一笑，没问题，如果你帮了，我就同意你给我延长寿命。和尚跳了下来，好呀，无论何事但说无妨。你从怀里掏出一个老虎目标，和尚，你这次来幽冥宗应该是为了参加念完仙子晋升长老的典礼吧，请帮我把这个交给他。冷风连忙摇头，可别告诉我你喜欢念凡仙子啊，这女人压根对道理的事儿不感兴趣，你还是别白费功夫。嗨，只要你把东西送到他手上就行，多余的话不用说。最终冷风还是答应，先说好，东西我会帮你送到，但我不能提你名字，一旦被他的追求者知道，你估计会死很惨。没问题。冷风离开后，你轻叹，小和尚80年后见。另一头，幽冥宗内无数修仙者从4面8方汇集而来，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庆祝念凡仙子接任长老之位。自他来到幽冥宗，凭借自身天赋，不过短短70年就到达了元婴期，这样的速度整个大千皇朝都闻所未闻，且不起争端，不起道侣，更是在宗门群里视若无睹。若有人问他这般苦修为何，他的回答永远只有两个字，长生。这天师父冷落雪叫醒了修念中的姚念凡，你还是放不下他吗？姚姚轻声道，我踏入修仙之路就是为了他，若没有他一切都将毫无意义。冷落雪苦口婆心，可他只是一介凡人，70年过去，现在或许已经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，你们终是两个世界的人，明白吗？听这话，少女淡淡一笑，师父你不懂，长生哥哥说过的话一定会算数，他曾说长生路漫漫，若有一天我回头，他一定会站在我身后，说过就一定会做到。冷若雪叹气，70年来只有提及萧凡的时候徒弟脸上才会出现笑容，可这如同泡沫般的幻想，若一天幻灭，他的道心恐怕会瞬间瓦解吧。很快加冕典礼开始，一件件礼物被送上，冷风在一旁急得抓心挠肝，天佛寺的贺礼之前就已经送过，这木雕该怎么送出去呢？只能硬着头皮念凡师叔师侄还有另一份贺礼送上。这话让整个典礼瞬间安静，所有人目光聚焦，这种场合男子送上自己的礼物，其中意思不言而喻。瑶瑶面无表情点头，有心了，这态度在所有人意料之中。只可惜天佛寺最有慧根的继承人动了凡心，可念凡仙子却冷漠无情，这个八卦起码可以唠20年。而当他们发现贺礼就是一个简单的木雕后，差点没笑出声，年轻人总爱搞点这种花里胡哨的，70年时间这种礼物不知道被仙子烧了多少，可就当大家以为还会和往常一样时，素来冰山一样的念凡仙子突然站起来，捧着木雕双手都有点颤抖，轻轻抚摸着刻刀留下的痕迹，这种独特的动物形状普天之下只有长生哥哥一人会，他果然没有失约，一直都陪着自己。想到这儿，冰山展颜一笑，天地失色，东喜欢喜欢，典礼结束后你单独一人来见我啊？不是，这什么情况？元婴期仙子看上了筑基期的小和尚？冷落雪喜极而泣，念凡他终于想通了呀。等大家走了后，他亲热招呼冷风，好好好，你们年轻人的事儿，我们这些老一辈的就不干预了，记得百年后等你经济稳定了来幽冥宗提亲啊。不是，长老你误会了，我不是……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，哎呀，年轻人不要因为自己的实力暂时弱一点就不好意思，俗话说得好，女大三抱金砖，女大30送江山，女大3000位列仙班啊。
事情越描越黑，小和尚还没法解释。等典礼全部结束，他带着瑶瑶来到了棺材铺面前，这里早就人去龙空。不是，师叔，你听我解释，这里原来真有人。他是急得要哭了，小凡这个王八蛋，怎么突然消失呢？贺瑶瑶呵呵一笑，郑重叮嘱：从今以后，无论谁问起你，你都不许提萧凡这个名字。若敢透露半个字，你的命可就保不住了。小和尚点头。那到时如果有新人调查，小僧该怎么回答呢？瑶瑶想了想，你们的经历可以如实说，但要隐去相貌和名字。若称呼实在瞒不过去，你就说送葬人这三个字吧。说完转身就走。那大家都很好奇，萧凡到底去哪儿了呢？视角贴到某处荒野，你拿了一个罗盘，终于找到了一处风水宝地。左青龙右白虎，好地方。算算时间，距你上次醒来马上就要80年，现在正是沉睡的时候。手里挖好坑，召唤出一口玉石棺材躺了进去。这一次有点不一样的是，棺材里充盈着绿色药液。自从得了血魔老祖的指段后，你一直都在琢磨人造灵根的事儿。10年下来，还真的想出个安全又稳妥的办法，那就是泡药浴。灵草属性为木，长时间浸泡其中，能提升对木属性灵气的敏感程度，也就拥有了众人口中的木灵根。盖上棺材，陷入沉睡。几天后一个月，天上下暴雨，泥石流掩盖而来，彻底将棺口封在土下。这场边关收尸之旅，你没有选择御剑飞行，而是用最原始的方法一步步走。事实证明，你这种谨慎是对的。逐渐接近月夜阁后，你才明白大千皇朝为什么会败北。月夜阁的妖族修士实在太多了，筑基遍地走，金丹不如狗。元婴期修士隔三差五就能见到一个，明明以前国力差不多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等到了他们境内，在客栈里偶然听见两个妖族的对话，说是妖族中的女儿要选婿，筑基境以上的修士都可以去。狐族还准备了一具元婴期傀儡作为贺礼。据说当初为了杀死这个人类修士，出动了整整3位元婴期后期的老族。听了这些话，你顿时有些无奈。师傅呀，你怎么给我出这么个大难题？我该怎么从他们手里把你弄过来呢？一个人也打不过人家呀。忽然一个绝灭点子在脑海里浮现，月夜国的妖王是银月狼王，若成了他的女婿，那贺礼自然也就到手上。问题是该用什么当聘礼呢？与此同时，另一头皇宫内乱作一团，因为他们的公主殿下温雅贤因为不甘嫁人四处逃了。视角切换到你这边，离开妖族城市后，你坐在一处破庙苦思冥想。接着思考之际，远处忽然传来了一道求救声：前辈救我，他们要杀我。不远处，两个金丹期的妖族正在追赶一个筑基期女子，正朝你的方向飞来。听到求救声，你二话不说，直接运转起全身修为，然后一溜烟跑了。啊！不是，这种情况不是应该英雄救美吗？直接跑，难道你就没有一丝丝好奇心和愧疚感吗？眼见你越跑越远，少女咬牙掏出一枚符咒捏碎，射出金光，将你们二人牢牢连在一起，直接瞬移到你身后，而且速度保持一致。你是真的要吐了呀？如影随形符？不是，你赖着我干什么？少女楚楚可怜，前辈，他们两个杀我，还请前辈出手相救。呸！使用这种拙劣的演技来骗我，他们根本就不是来杀你的，哪有只追人不动手的道理？再看看你的身上，到处都是法宝，一个筑基境修士有这么多宝贝，合理吗？谎言被拆穿，温雅贤索性不装了。我被抓回去，最多也是被责骂一顿，然后关禁闭。但你就不一样了，你觉得我家里人会怎么处理你呢？眼见情况愈发危急，两名金丹后期的妖族正在步步逼近，你冷下脸：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，那可就别怪我。掐动法诀，血色符篆出现，少女惊呼：这是青云族的血盾，你是人族吗？你咧嘴一笑：恭喜你猜对了，不过没有奖励哦。嗖，二人瞬间化作一道血色流光。那两个在后面追赶的妖族修士傻眼了：大哥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其中一名妖族修士刚开口，就被同伴扇了一巴掌：什么怎么办？还不赶快去追！公主被人族带走，要是出了些差池，我们就等着被灭族吧。300里之外，你俩的身影出现，刚一落地就施展阵法将二人笼罩，很警惕。就凭你的阵法，你想困住本姑娘做你的春秋大梦去？刚说完，祭出两件威力强大的法宝向破阵而去，可以催动灵力，身子就软在地上。这是什么阵法？为何能压制我的血脉？人族中什么时候有这种东西？你呵呵一笑，古籍中看到的残阵修修补补后勉强能用，效果很简单，就是压制妖族血脉，让其现出原形。话音刚落，少女就变成了一只小狼，从她身上收出储物戒。舒服，舔包成功。另一头在月月阁皇宫，狼王皱眉：贵老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乌龟金拱手：雅贤被人带走后，老朽第一时间就开始推演，可是行踪似乎被谁掩盖了，推演出来的结果竟混沌一片，恐怕对方起码是化神期以上的修为，有备而来啊。狼王点头：哼，
最近剑齿狐一族狐族异动频频，他们似乎已经有点猜到我狼族高阶修士频出就是雅贤的原因。既然这样，那就陪他们玩玩。视角换到你这边，你来到妖族皇都，准备参加招婿大会。期间你问起魏雅贤，我听说两国大战，大前皇朝修士溃不成军，幽冥宗的念凡仙子和天福寺的冷风禅师在你们境内消失了，是已经被杀了吗？小成狼一脸不屑，如果能杀早杀了，他们俩是最难对付的，居然逃进了禁地。哼，话说了一半就及时闭嘴。好你个人类，居然想套我的话。你用的血遁术是青云宗不传之秘，人族三宗门彼此间互联系，你们关系不简单哦。可青云宗所有人都来过战场，你是谁？我怎么不认得你？闻言你皱眉，这小妖怪对青云宗也太过了解，血遁术这种隐秘一般人族还不知道，大前皇朝内部恐怕出现了叛徒。叹了口气，皇朝更迭无法改变，我只想把我师父和师兄们的尸体带回去。闻言温雅贤更加嚣张，就要快点放了本公主，我心情好，或许会主张把你师父的尸体还给你。你摇头拒绝，伸手一掐他就整了阿巴阿巴。好气，这会儿赵兴现场也到了，此时各族青云才俊早已到场，老王在了王座上声如轰雷，月夜国子民皆知我温古朵有一独女温雅贤，如今已到婚配年纪，诸位青年才俊若有意者尽可上前，欢迎落下。在场所有妖族的激动起来，一位剑齿虎青年站上前来，启禀狼王，在下对公主仰慕已久，愿意一试。声势一震，赫然有金丹中期修为，此人正是剑齿虎一族的少主义兄。然而没等他说完，胡子少主秦元昊就手持折扇打断道，呵呵，义兄，在下也对温公主仰慕已久，我们恐怕要公平较量一下。见到虎族和狐族两位少主都有意求娶，小妖族纷纷退缩，只有少量报了名。狼王正准备宣布考验的流程，却一人从人群中挤了出来，在全场震惊的目光下拱手道，人族萧凡拜见狼王，在下虽未见过公主，但也想参加此次招婿大会。此言一出，全场哗然，人族参加妖族的招婿大会，这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，人族滚出月夜国！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，紧接着众多妖族都开始呐喊，人族滚出月夜国！狼王受了虚压，现场都是安静。你想迎娶我的女儿，你凭什么？你坦然答道，仅凭在下拥有一颗真诚的心，人族参加妖族的招婿大会需要莫大勇气，如今我来了，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在下对公主的心意吗？闻言狼王嘴角微微上扬，好一颗真心，就冲你这颗真心本王准了，希望你明日扛得住招婿大会的考验。当晚你被安排到狐族少主府上居住，秦昊很有狐狸风范，皮笑肉不笑表示，哎，我知道人族和我妖族有深仇大恨，但狐族是亲近人族的，萧兄还请放心。闲聊几句中，你也得知了此次招婿大会的流程将会在月夜国禁地召开。你眼神微眯，瑶瑶和冷风到了禁地，这算是巧合吗？时间过去几日，试炼很快开始。禁地在一处山谷，规则很简单，禁地深处有一朵彼岸花，谁能先摘一下就有资格迎娶公主。你和秦元昊组了个队，路上碰到瘴气丛林，你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古法丹药抵挡，秦昊呵呵一笑，挥手一招，一记元婴期的傀儡出现在前方开路，看着那具毫无生机的尸体，你浑身一阵却都攥紧，师父突然不笑，让你久等了。然后在禁地深处，现场是一座神秘的青铜古殿，散发着古朴气息，义兄等妖族修士早就到场，见你和秦昊赶来，姐姐一笑，姐姐姐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门你闯进来，今日就是你萧凡命丧之时。然而你却一步跨向前，无视他的挑衅，目光落在古殿的花纹和文字上，挥挥手打发走了义兄，我知道你想杀我，但你能不能等一下再杀，没看到我在研究东西吗？啊，什么叫等一下再杀，我现在是要杀你，你严肃点好不好？还没等到动手，秦昊的元婴傀儡就挡到他面前，秦昊你什么意思，要帮外族吗？义兄，杀人这种事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，但你别忘了我们来的这个目的。此话一出，义兄怒火顿时消散不少，如今这局面，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，义萧凡绝不是为了妖族公主魏雅贤来的，一个金丹期修士敢孤身一人闯入妖族腹地，背后绝对有人撑腰，若贸然动手很可能打草惊蛇。你专心研究，过了一会儿秦昊上前问道，萧兄可看出什么端倪了吗？你头也不回，秦兄，大前皇朝境内的无量秘之中也有一座类似的青铜古殿，这二者间肯定有什么联系。此话一出，他俩带来了兴趣，月夜国和大前皇朝建立的时间都是千年以上，无量秘境和禁地更是在两国建立之初就存在了，两处都有类似的地方，这其中莫不是有什么秘密。想到这儿，秦昊眼眸一转，无量秘境是大前皇朝所掌控，而且非人族不得入内，若不是听萧兄说起，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事儿。你指了指图案，这殿上的花纹颇为奇特，看起来不像是寻常装饰，若为不着急的话，在下可以尝试破译一下。秦昊嗤笑，我妖族那么多学者都解不开，
就凭你？你刚从棺材中醒来，就发现身周都是药液，经过80年的浸泡，此时你已经从杂灵根变成了极品木灵根。人造灵根的方法果然有效。离开沉睡80年的棺材后，你又开始了游历人间。岁月如梭，很快过去10年。期间，因为天赋异禀，被路过的青云宗祖师洞虚子发现，带回去收为弟子。在青云宗的日子就是修炼、睡觉、看书。大师兄夏木恨铁不成钢：“樊师弟，你来青云宗已经10年，却还在炼气九层徘徊，你到底还想不想筑基了？”你摆摆手：“哎呀，筑基这事儿不急嘛，慢一点也没什么大错。人生路这么长，慢一点挺好。”夏木眼角抽搐：“这个樊师弟天赋是好，但缺点就是太有耐心。上品木灵根的天赋，正常情况最多5年筑基，可现在都10年了。”这不是故意的吗？师兄痛惜低手，你是转身钻进了书堆。师兄啊，你还是莫要再为难我了。视线一转，掌教力符召集了青云宗九子，当着大家的面，手拍了你肩膀，面色扭曲。你能否给为师解释一下，后山那块300年的雷击木为什么会变成棺材？此话一出，其他8位师兄追着抽搐。师父平日最宠爱的就是这个小师弟，但那雷击木可是师父的心头肉啊，平常大家别说碰，多看一眼都不行。如今小师弟居然拿来做了棺材，怎么如此胆大包天？夏木那时候替你求情：“师弟，这都是无心之举啊！”猎夫胡子立起来：“无心之举？我倒想知道什么样的无心之举能悄无声息破开我的大阵，将雷击木变成棺材？”你呵呵一笑：“师父，青云宗藏经阁中自然就有关于阵法的书籍啊。”猎夫摇头晃脑的：“不可能，我这是自创的五行阵法，如今的藏经阁内怎么会有记载？”你有点不好意思：“师父当然不知道，如今的没有，可五行法阵在100年前就已经在修仙界盛行，后面才逐渐被其他阵法取代。”闻言，夏木顿是一脸无语：“小师弟，你别告诉我你去了书坟啊！”你笑了：“师兄果然慧眼如炬。”猎夫脑袋发胀：“青云宗藏经阁每50年清理一次更换落后的功法典籍，那些书籍被堆放在一个特定地点，被称之书坟。而上千年来，青云宗的书坟里到底存了多少，没人清楚。”夏木师叹息问道：“小师弟，你该不会把书坟里的书全看完了吧？”哎，夏师兄莫说笑：“师弟才入门10年，还看完呢。”哦，不过我已经看了1/10，也就是114514本。大家愣了好久才接受这个事实，可师父老人家还是有点不爽：“那可是我准备拿来雕刻三清祖师的，现在没了，你告诉我怎么办？”你却呵呵一笑：“师父，道在人心，三清泥塑即可，先让旁人懂我道门，何须外物？”说罢取出毛笔，笔走游荣，22个贴花银钩的大字刻在殿门外：“存心邪臂，任尔烧香无点意，浮身正大，见无不败又何妨？”相不由赞叹：“好，小师弟果然与道有缘。”利弗则还是冷着一张脸：“悟性尚可，但实力狗皮不如。雷击木的事儿暂且记下，若几日后的无量秘境内无法筑基，小心你的狗腿，现在赶紧滚，下不带着你赶紧跑了。”可等你走后，利弗才仔细揣摩眼前对联，反复看10几遍：“舒服，也就我利弗的徒弟才能写出如此道韵。”哼，慧海秃驴和冷落雪那两个王八蛋，仗着自己收了个好徒弟，就整天耀武扬威，等萧凡筑基后定要杀杀他们的气焰。说完得意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原本空无一人的大殿门口突然出现一个身影，正是青云宗祖师洞虚子。修道千年，居然还没有一个徒孙看得透彻，有意思。很快就到了无量秘境开放的日子，说人话呢，就是各大宗门送年轻一代进上古副本摸宝，运气好的还能找到大能传承。和你一起组队的是九师弟徐凤来，看了一下周围人群，你问道：“不是说幽冥宗有个叫念凡仙子的天才吗？怎么没来？”凤来表示：“念凡仙子和天佛寺冷风禅师都去了大前国边境，那边正在跟月夜国开战，也不知怎么了，这次大战期限了整整30年。”冷风禅师？徐凤来点头：“他是天佛寺的继承人，百岁出头便已到达了金丹后期，是最有希望超过念凡仙子的人呢。”你心中感慨：“岁月当真是世上最厉害的功法，只睡了一觉，曾经的小和尚就变成了现在的禅师。”很快到了秘境开启的时间，李福和董若雪联手开启商用门，一阵天旋地转后，一个徐凤来出现在了一片花海中。这里是秘境入口，大部分的人都直奔深处而去，你们却原地不动。九师弟胆子很小，3岁入冠，今年才13岁，拉着衣袖轻声问：“樊师兄，我们要做什么呀？”你笑了：“师弟，你肯听我的吗？”“当然听你的呀，那我们现在开始采花吧。”对于这个奇怪的要求，徐凤来虽然写满了困惑，但还是乖乖照做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进入秘境的各宗门天才都是拼命寻找机缘，带着头破血流，你和徐凤来二人日子却过得悠闲自在。早晨采下带着露水的花瓣，中午躺在花海里仰望天空，下午的时候则是根据古法复原百花酒，与那些争抢机缘的修士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这天徐凤来像是在花海里发现了什么向你招手：“萧凡大哥，你快过来看看这是什么。”
看他指着一块被掩盖的石板，将它挖出后，下方是一具青铜棺椁，上面刻了一些奇怪文字。徐福兰看不懂，你呵呵一笑，当然看不懂，因为这是2000年前的文字。风来惊呼，2000年，大千王朝才建立了1800年，这是前朝的东西吧？这种文字你在古籍中看过一些，经过要是翻译，越看越心惊。风来啊，我们这是走大运了。这上面是一个人的生平简介，说这人18岁时战一仙长，胜200，负800。8岁时战100，胜40，负60。等到1000岁，9战9胜，蓦然回首，天下再无敌手。棺椁上面写着：“呜呼，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，成寂寥难堪也。不愿一生传承断绝，特葬石棺于花海之下，长生路漫漫，非心诚者不可得。”西风来惊讶了：“萧大哥，这人一辈子打了这么多架，为什么后来越打越少呢？”笨啦，当然因为随着岁月流逝，能和他交手的人已经不多了呀。这无量秘境恐怕也是他设下。徐逢来问：“那为什么这里没设下考验？他就不怕自己的东西被其他人随便捡去吗？”你笑了，这个秘境千年前就已经设立，但直至今天里面的宝物都没被拿完。面对这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山，还有谁会来关注这片毫无意义的最初的花海呢？无论追求什么道，最重要的就是不被外物所惑。忘了初心的人又怎会停下脚步呢？将石棺给开启后，还不能看看清楚，一道亮光便将你们吸入白茫茫空间内。一个男子负手而立，得此机缘，证明尔等尚未被外物所迷惑，无善拳法。这道拳法蕴含了吾之毕生所学，望后世之人好好珍惜。说着，那道人影就开始演练，一招一式之间有一种难于言语的韵味，一字一句仿若耳畔惊雷。吾晚年迎战九人，九拳出，九人败。说完，周围环境在这幻化，那人影出现在一处山巅，周围有几位气势强大的黑影。随后，山巅之人缓缓出拳，周围的山川河流却在这一拳之下变得粉碎。一共9拳，每一次出拳都不同意境，可都带着天地崩塌。耳边出现声音：“后世习我之拳人切记，拳法可以输，但势不可弱。一拳出，定教对手肝胆俱裂。”你拱手，敢为前辈尊姓大名。沉默3秒后，那人回道：“世人称吾拜拜仙尊。”话音刚落，你们回到花海，颇有一种黄粱一梦的感觉。徐峰的兴奋无比：“萧凡大哥，我接单了，直接从筑基中期跳到了金丹期，而你也从炼气到了筑基圆满，距离接单只差一线之隔。”掐算下周围滑走生长时间，居然在白色空间内度过了2个月，这是何等手段！离开秘境后，有人兴奋，有人懊恼，还有人则是满脸戾气。很快，众人发现了不对劲，原本守在秘境入口的门派长辈都不见了，来迎接的就只有1-2个人而已。迎接你们的是六师兄董红石，他苦笑：“前线告急，师父立福和大师兄他们2个月前就去了。”这话让你心中隐隐担忧。回了宗门后，你继续修行，每日不是看书，就是练习拜拜仙尊的无名拳法。可是期间，大前皇朝和月月国的战斗却愈发激烈。在第5年的时候，就连闭关已久的华山基老祖洞虚子也前往了边关。这天，你将刚看完的书放下，长大后的徐风来就走进来：“师兄，我想去前线。”“不行。”他愤怒：“为什么？10年前，你说等你看完书坟里的书就需要去边关，现在都看完了，为何不能去？”你笑了：“10年前，原来那个事事都问我的小屁孩，现在终于敢跟我拍桌子叫板了，求长进。”徐风来眼睛微红，声哽咽：“如今七师兄死了，5师兄瞎了，最疼爱我们的大师兄断了一条手臂。萧大哥，我现在已经是金丹后期了，我可以帮到他们了，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师兄们出事了。”你叹气：“大前皇朝近年来的情况并不容乐观，冤一期战死10多位，甚至有传闻说战场上有化神期陨落，这把小师弟放出去无异于送死。”这时忽然有人推门进来，浑身鲜血，断了左手下了右眼，正是大师兄夏木。他喷出一口鲜血：“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青云宗宗主，八师弟萧凡为副宗主。青云宗举宗往西后撤3000里。”徐峰的颤抖：“大师兄，师父他们人呢？”听闻此言，夏木声音沙哑：“月夜国不知为何元婴期大能突然暴增1倍，师父被3位元婴围攻，最后陨落在凤凰山，6师弟拼了自爆才把我送出来。如今大前皇朝战败，以边关为起始，割地5000里啊。”徐峰了一把抓住他衣领，喘粗气：“那师父的尸体呢？你为什么不带回来？你是想看着他的尸体被人炼制傀儡吗？”大师兄没有反抗，有的只是无尽的沉默。你平静的声音响起：“别摇了，再摇大师兄就要被你摇死了。”不知何时，后山那具雷击木棺材被你背了过来，走到大师兄面前，递给他几枚丹药调养身体，然后就要走出宗门。夏木这时候才反应过来，问道：“八师弟，你要做什么？”
你停住脚步，你伤到根基，我本领有限，没法救你。月夜国攻势迅猛，他们的目标绝不会是简单的五千里，他们想要的是吞并整个大千皇朝。风来天赋不错，就是有些孩子气，接下来你好好教导青宗的未来在他身上，这个副宗主就给他做吧。说完转身朝外走去，项目反应过来，八师弟你要干什么？闻言你呵呵一笑，去给师父和师兄们收尸。说来不怕师兄你笑，没来青宗之前，我的老本行是卖棺材。我以前记得大师兄你曾说过一个故事，对吧？说是修仙界有一个神秘存在，他专门给那些寿元已尽的人收尸，一旦他出现，那就意味着死亡即将降临。这个神秘的存在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，只知道他叫宋藏人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大师兄眼神抽动一下，但却没说什么，而你继续讲着往事。嗨，宋藏人没你说那么恐怖，他呀就是一个臭卖棺材的。说完挥手大步向外走去。九师弟对着背影大喊，萧凡大哥你还会回来吗？你的话音和背影一起远去，我为你们都做了一副棺材，等你们用到它时我会再回来的。大师兄心中感慨万千，其实自从这位八师弟来到青云宗后，他就已经发现不对劲，时间仿佛不会在你身上留下痕迹。悠悠岁月十年，徐凤来都从小屁孩变成少年郎，每个人都有多多少少的改变，可十年岁月，萧凡师弟的眼神依旧像刚上山时那样清澈。想到这儿轻叹一声，凤来啊，过段时间你就对外宣布说青云宗的八弟子最后入魔而死。为什么呀？八师兄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？大师兄道，青云宗与他缘分已经尽了。用仅用的右手拍拍肩膀，师祖总说能入道门者皆是六情缘浅，却又重情重义，旁人不懂他，我们不能不懂他。另一头说青云宗，你抬头看看天，我那爱面子的师父呀，你平生这么爱面子，死了又怎么会允许自己身处异国他乡呢？就让我这个做徒弟的带你回来吧。师徒一场，这一次就不收你零食了，迈开脚步向边关走去。大千皇朝战败，前方早就战火一片，但你却毫不在意，你现在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找到故人，送他们入土为安。你对比了一下两座青铜古殿上的花纹，恍然大悟，原来当年留下古殿的大能已经考虑到了文字失传的问题，所以想到了一个可以跨越时间的传递信息方法，那就是图画。图画是所有生灵学习知识的第一途径，文字可能出现断层，但图画绝不会。你用灵力将青铜古殿上的花纹拓印下来，两部分花纹在空中不断组合，最后形成了一幅残破的地图。秦元昊和义兄双双面露震惊，原来秘密藏在这儿。图画上叙述了这么一个故事，在很久以前，每过一段时间，天空就会降下巨手，抓捕地上生灵。为此，地上生灵拼命反抗，但始终无济于事。终于在有一天，有人发现了一股强大力量，它的来源图画上并没有说明，但却记载了万物生灵借助着力量打败了天空巨手。刚开始，大家以为是上天的恩赐，可后来却发现这股力量比巨手更加危险。到这里，图画就断了。义兄急忙问道，还有其他花纹吗？快拿出来，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两手一摊，花纹用完了，目前整幅图只凑齐十分之一，想要拼凑完整的故事需要凑齐18座青铜古殿上的花纹，而且按照图上提供的信息，那股力量被封印镇压在18座青铜古殿下，交由18个种族看守，其中两个种族正是人族和妖族，而关于其他16个种族的部分则早已因为岁月流逝而消失了。了解了前因后果，义兄和行云浩直接变脸，封住了全部退路，阴恻恻向你步步逼近。你问了叹气，看在我帮你们解开疑惑的份上，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再动手？秦昊笑了，姐，那悟性让我们感到恐惧啊，这样的天赋无论放在哪里都会被当成宝。但我想不通的是，你为什么要来月夜国参加招婿大会？这个时候就别用仰慕温雅贤公主这种话来糊弄在下了吧。你表现淡定，开始解释道，我来你们月夜国当然有目的，月夜国修士突然倍增，打造大千皇朝丢盔弃甲，这种离奇情况让在下百思不得其解。同时我还了解到大千皇朝可能出现了叛徒，所线索看似好像有关联，但始终缺少了一个关键性东西，直到今天我终于找到这个关键。说着你来到青铜古殿前，18座古殿所刻的都是同一个故事，单靠一座无法拼凑出有用信息，所以我怀疑是大前皇上的叛徒带着这个秘密投靠了月月国。你们发现没有，这里的青铜古殿是有人故意损坏的，损坏的部分恰好就是万物生灵进行不祥力量方法的那部分。听完你说这话，秦昊心中顿时有了一种不好预感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你们别想着杀我了，因为杀我还轮不到你们。话音刚落，浪翁温古朵就带着手下幸福归老从一旁走了出来。好，如此青年才俊简直是世间罕见，真人本王怪不相看呀。秦昊和义兄顿时慌了，他拱手，启禀狼王，
此人乃是奸细，我等正准备将其献给狼王。关谷德冷笑一声，你们狐族总爱玩些小伎俩，当初你们所有狐族追求雅贤，无非就是想利用雅贤知道背后秘密，如今秘密被你们知晓，还不满意吗？此话一出，秦昊冷汗直流。关谷德继续道，狐族和狐族两个捣鼓董以为联手就能让我将秘密交出来，这种想法简直太天真。说完右手一挥，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就扔了出来。见状，秦和英雄都吓得魂飞魄散，这正是他们的族长。温故走道，你们是妖族的未来，如果你们现在弃暗投明，我可以不杀你们，而且还能赐予你们机缘。面对狼王抛出的橄榄枝，秦和英雄没有犹豫，当场选择臣服，看都没看他们一眼。温故朵将目光看向了你，小凡，我很欣赏你的才华，说出幕后主使并且归顺于我，我饶你不死。魏延你笑道，狼王恐怕要失望了，我背后的人你永远想不到。另外据我所知，获得那股力量似乎要进行血祭吧，狼王现在没杀我应该是不想浪费。此话一出，温故的眼睛眯起，你果然知道很多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当如你愿吧。大手一挥，直接带你带到另一个地方。一个巨大血池出现在你面前，周围遍布白骨，砰，狐族和虎族两位化身巨大的尸体被扔了进去，血池瞬间变得沸腾，没多久一个漆黑丹药就凝聚出来。看了手中丹药，狼王一口将其吞下，皱眉道，没了雅贤的血为引，这血池恐怕也无法助我突破化身期啊。魏老，难道就真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乌龟接一拱手，回狼王，老朽确实还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突然一只手穿过狼王胸口，同时带着黑色蚊子从龟老手上爬到了狼王身上，将他牢牢禁锢。龟老苍老面容上露出一抹诡异笑容，姐姐姐，吃了你我就能突破化神境。这突然的突袭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，秦昊和义兄都被惊呆了，企图反击，却发现一身灵力根本无法抵挡半分。龟老慢悠悠道，别白费力气了，我能助你达到化神圆满，自然有反制你的方法。右手一抽，心脏和全部修为瞬间就被抽了出来，化作一枚圆润的丹药，将其收入囊中。龟老看向了一旁面无表情的你，哦，你为什么怕我？他说话间手上还没停，一巴掌将秦昊和义兄拍翻在地，二人吐血三声当场飞出，可你眼中没有丝毫惧怕，而是轻声道，师祖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是不愿意泄露真身吗？此话一出，龟老愣了一下，然后哈哈一笑，还是被你猜出来了，你果然是青云宗五百年来最杰出的弟子。说完，原本乌龟姬形象身形开始出现变化，最后彻底变成了一个儒雅的中年人。此人正是青云宗祖师你修行之路的引路人洞虚子，半月又来到你身边，不远千里来到月国，这是难为你了。跟师祖说说你是怎么看出来的。看眼前那道熟悉身影，你嘴角轻微颤抖，从大师兄口中得知噩耗后，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青云宗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。月国修士暴增确实不假，但师父他们不是刚入修行界的新人，没道理会全军覆没。洞虚子一挑眉，所以你怀疑大千皇朝出了叛徒？是的，但我想来想去，始终想不到什么样的叛徒能做到这种地步。青云宗虽配合大千抵御外敌，但师父他们的行踪是门派绝密，哪怕皇朝之主也未必能全部知晓。也就是说，无论大千皇朝叛徒出自什么势力，都无法造成青云宗全军覆没。唯一的解释就是叛徒来自青云宗内部。而来到月月国后，我碰到了一个妖族，他居然能认出青云宗的不传之秘血盾，而且对青云宗极为了解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他对宗门了解颇深，但却只知道宗门有八位亲传弟子，说明这个叛徒对我很好，不然也不会切断关于我的信息来源。为此我还小小试验了一下，在招婿大会上用出真名，可到了现在月国依旧不知道我的身份，这足以说明很多东西了。说完你抬头看向洞虚子，师祖，接下来的事情还需要我说吗？洞虚子从你怀中拿过欧洲叫毛发立起的乌雅钱，禁锢住行动，然后温柔抚摸，嗯，不错，继续说，从别人口中听到自己的故事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呵呵一笑，既然师祖想听，那弟子就好好的说一说。能做到这些事情，这个粗制青云宗的叛徒实力和地位绝对不低，但我师父立服的尸体我之前已经见过，所以叛徒绝不会是他。说实话，在没有破解青铜古殿的秘密之前，我始终找不到师祖你背叛的动机，但随着秘密被解开，这动机就有了。嘎嘎嘎嘎嘎嘎嘎，洞虚子突然大笑起来，小凡，招你入青云宗真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事情，我五百年布局，你短短五年就解开，你的悟性可谓是旷古烁今。洞虚子将压到血池前，语气狂热，小凡，整个青云宗我最看重的就是你，你身上没有凡人那股忙碌劲儿，也没有修士执念，仿佛世间一切都只不过是你人生的过眼云烟罢了。现在
机会就在你眼前，只要我们师祖孙二人联手，就能走得比所有人都要远。你默默后退一步，用行动表明了拒绝的态度。洞虚祖眉头直皱，怎么，你也觉得这股力量不祥吗？你摇摇头，师祖，我不是担心这股力量是否安全，我来月月国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把师父和师兄们的尸体带回去。此话一出，洞虚子的脸色变得冷漠，叹了口气，你终究还是和曾经一样，但你也应该知道，生我的昌，命我的亡。弟子当然知道，还请师祖看在曾经的情分上，让弟子给师父收完尸再动手吧。唰，他一挥手，七具尸体出现在了面前，元婴傀儡禁制也被解除，变回了尸体。你拿出十一具棺材，开始替众人入殓，掌教立符。二师兄、三师兄帮助曾经的故人入殓后，你又开始替狼王收尸，擦去血污，换上新的寿衣。再加上被一掌拍死的秦云浩和义兄，十一具棺材刚好过数。做完这一切后，你给妖国这三位挖了三座坟。洞虚子在一旁看着你的举动，绕性质送葬人，有意思的称呼。但你为什么只挖了三座坟？难不成你认为今天还能活着带走他们吗？面对冷嘲热讽，你只是笑了笑。师祖，说实不怕你笑话，送葬这行弟子是专业的，对量的把控很精准，今天就只用得上这十一具棺材和三座坟。洞虚子冷笑一声，哦，你凭什么这样的把握？身上惊人气势爆发而出，一步步逼近，而你只是淡然一笑，甩出一具石棺，语气悠悠道，师祖，你听说过拜拜仙尊吗？啊！只见石棺感应到血石的气息后，绽放出了极为耀眼的光芒，一道伟岸身影从石棺中显现，红雷般声响，孽障还敢现身？说罢硕大拳头直奔洞虚子而去。不好，他连忙将手中温雅弦扔出，企图阻挡片刻，然而这些虚影穿过温雅弦之后，重重砸在洞虚子脸上，化神期圆满，被直接一拳砸飞，吐血三声，打退洞虚子后，拜拜仙尊的虚影将不远处的青铜古殿召唤而来，狠狠镇压在血池之上。不，看到这一幕，洞虚子爽通红，大吼一声，飞到青铜古殿下方，企图阻止下落。与此同时，轰隆，不远处的山洞发生剧烈爆炸，一个光头飞出，此人正是被困在此地的冷风。你这个捡起昏迷不醒的温眼前大喊，和尚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赶紧带我跑路呀！拜拜仙尊虽强，但毕竟只是一个虚影，当务之急，逃得越远越好。冷风也没来得及多想，立刻拿上精血施展佛门神通，侮辱经文在二人身周盘旋，身影也逐渐虚幻。你趁机抛下一句话，师祖，弟子是卖棺材的，终有一日弟子会来给你送葬的。被头顶青铜大殿压得喘不过气的洞虚子目眦欲裂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你和冷风逃离。镜头一切千里之外，施展完血盾水的冷风吐了口血，趴在地上气喘吁吁。你拍拍他肩膀，别躺着了，快起来接着跑呀。冷风差点一口气没缓上来，祖宗，我刚施展的是天佛司秘术，使用一次不但会消耗精血，而且还会没有时间寿元，你快急死了。化神期圆满的狼王都没在他手中吃过一招，用一次你只是减出十年，等他来了你直接就没命了。此话一出，冷风蹭的一下从地上蹦起，再次施展秘法，连着用了六次掏出六千里外。你依然觉得不稳妥，开始用血盾术。十二次血盾过后，你的寿命也所剩无几，你们俩逃到了万米之外。不久后，在你们第一次停留的地方，洞虚祖上的出现，神识笼罩方圆千里，只要没逃出五千里外都有绝对把握抓到，就算逃出五千里，只要万里内同样也有办法可以感知。但很快嘴角抽搐，这徒孙也太能跑了。另一头你还没停下脚步，到后来冷风都没了力气，只能虚弱躺在飞剑上，任由你带着他逃跑。小凡啊，咱能不跑了吗？闻言你非但没有停下，反而加快了几分飞行速度，小心驶着万年船，我们先跑个两万里再说。啊，一个月后，你们跑出了月月国三万里开外，已是另一个皇朝。你行文喜瑶瑶的情况如何？为什么没在秘境里见到他？冷风不过闪躲，师叔他老人家不见了，不见了。他可是和你一起进入禁地的，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怎么会不见了呢？在冷风的叙述中，你听到这么一个故事：当初天佛寺知道洞虚子叛国后，就派他和姚念凡去探查禁地秘密，结果在封印那股力量的时候，被狼王和两位化神期老祖发现，最后还是天佛寺和幽冥宗的掌门赶来救援，以牺牲自己为代价，强行将那股力量封印大半。本来他俩也要死在那儿，但在青铜古殿的深处发现了个残破的上古传送阵，情况危急，强行催动阵法后，因为阵法久远残破，结果冷风在途中掉了出来，还是靠着躲在封印裂缝中，狼王怕他和青铜古殿玉石俱焚才没下杀手。听完你感觉头都大了，
上古阵法的传送距离大概在10万里以上，这茫茫人海自己上哪去找那个丫头呀？见你满脸愁容，冷风笑了，其实你也不必太担心，师叔已经元婴圆满，即使化神只有一步之遥，以他的实力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活得很好。对了，你怎么突然就金丹境了？我记得你以前修炼天赋很差的呀。还有师叔好像很早以前就认识了你，你到底活了多久？你并没有回答，而是解开了魏雅贤的禁制让他恢复人形。小老女没有逃跑，而是坐在原地哭。你无语，不是你哭什么，你爹又不是我杀的，在那种情况下你还能保住一条命应该高兴才对。此话一出，温雅贤顿时炸毛，我凭什么不能哭？我的父亲利用我，而且他还死了，碰到这种事情你哭不哭？浪儿少女擦了擦眼泪，然后低着头轻声道，谢谢你为我爹收尸，虽然他利用我，但终究是我爹，如果没有你，他恐怕会落个不食荒野的下场。冷风在旁边突然小声补刀道，那个你爹不会不食荒野，东虚子要用你爹的血脉，所以就算萧凡把他埋了，他大概率还是会被挖出来。此话一出，冰冷眼神就唰的一下看向冷风，他捂着嘴巴乖乖退到一边。小狼，你问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不怎么办，这修仙界我算是看透了，我打算干我的老本行，卖棺材。至于大清皇朝，我是暂时不打算回去了。你们两个呢？魏雅贤咬着嘴唇，洞虚子掌控了月月国，长久下去，月月国子民一定会遭受灭顶之灾，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去。冷风则一脸大义凛然，阿弥陀佛，大千皇朝和月月国皆处在水深火热当中，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，贫僧愿以身似魔。说人话，我带着天福寺跑远点，洞虚子不会放过天福寺的。你点点头，然后挥手从储物界里取出八具棺材和一张地图，这是我师父和师兄们的尸体，既然你要回去就顺道把他们也给带回去吧，我给他们选了风水宝地，你按照这上面的弟子安葬了就行。冷风看你娴熟的动作，嘴角抽抽，这些东西你该不会早就准备好了吧？恭喜你猜对，从我入青云宗开始，我就给所有师兄弟们都准备了棺材和风水宝地，其中也包括了我的师父和师祖。冷风疑惑，那照你这么说，你连我的也准备了？是的，但是你要给钱，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给你打个8折。冷风听得满脸无语，我现在活得好好的呢，你这么做是不是有些为时过早？嗨，早点准备省得到时候麻烦，你又不是不会死，早晚有这么一天的。啊！接着你将之前在无良秘境里发生的事情，以及在青藤古殿花纹上看到的故事都跟他们说了，同时叮嘱他们回去后一定要小心洞虚子，虽然对方可能看不上这种级别的小鱼小虾，但保不准会派出手下来攻击。冷风满脸困惑，现在我们回去定会是危险重重，你就不劝一劝？你笑了笑答道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万物生灵总要终结，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，唯一的区别不过是早一些和晚一些罢了，这条路是你们自己要走的，我为什么要劝？最多卖给你们的棺材打个折上折咯。啊，说的好有道理啊，但你真是个王八蛋，受不了这个无情的家伙，我先走了，等过个1800年后我再给你收尸吧。说完他转身走了，魏雅贤眼神复杂看着你，抿了抿嘴欲言又止，同样转身离开。看着他们二人离去的身影，你嘴角含笑什么都没说。小和尚虽然每次都说不过自己，但他其实很聪明，瑶瑶在幽冥宗斩头鹿角的时候自己就遇到了他，结合你们二人很早以前就相识这个条件，稍微推测一番就能算出你大概活了多久。一个小小的练气期修士活这么久根本不合常理，但他从来不问。想到这儿你伸了个懒腰，转身看向身后的国家，喃喃自语道，听说这个国家叫玄武国，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。说着悠哉悠哉向山下走去，又开始了游历人间，操持起老本行，化为一介普通人，在玄武国的一座小镇上卖棺材。而这一卖又是10年过去，这几十年间你在玄武国苦海镇隐姓埋名，由于战乱棺材生意越做越好，还拓展了炼丹加治病的业务，渐渐成为方圆百里最有名的送葬人。这天你正在给众人看病，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轻人带着几名手下前来拜访，左松松拜见先生。你见到他满脸无语，我真后悔当初救你，每年你都来请我一次，整整10年了，难道不嫌烦吗？年轻人笑道，若能请到先生别说10年，就是再花10年又如何呢？不过松松想不通的是，以先生的才能为何甘心隐居在这小小地方，只要先生愿意，玄武国可将先生奉为国师。听到这话你嘚的嘴，不是你开出的条件不够，实在是皇都比不上库海镇呐。你瞧在这魔兽山脉的边缘，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新鲜药材和珍贵树木，我开的是棺材铺和医馆，这些东西对我很重要的。面对你的借口，左松松笑了笑没有反驳，这个理由你用了10年他也听了10年，先生说的是，但玄武国实在缺人若渴，这次松松带了些东西，相信应该能弥补先生的损失。说完左松松在一旁手下拿着的托盘红布掀开，里面赫然躺着2株药材和一枚玉简、七星草、千年肉灵芝、九转仙功，每一样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宝。然而你就将托盘上的红布盖了回去。见状皇子面露不解，我这礼物不能入您法眼，先生想什么尽管开口，这松松能弄到的都会尽力而为。你轻叹一声，松松公子，你开价越高
说明你想让我姐姐的麻烦就越大，在下自认为本领还学不到家，公子还是另请高明。说完挥手转身就要回到棺材铺，这时他突然说道，先生，青铜古殿的消息你也不想知道了吗？此话一出，脚步瞬间停下，左匆匆伸手打铁，将了这些年的发现都给一一说出。原来经过他十年的调查，终于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，只不过青铜古殿的线索跟我求你之事有关，若想知道更多，那就还得往皇都走上一遭。听完他的话，你无奈一叹，也罢，陪你走一趟便是。走之前，你把家当都收进储物界内，然后看着角落里一具豪华棺材，喃喃自语，去越国收尸花了五年，在这玄武国卖棺材又度过了43年，粗粗算来，我离开青云宗已经快有49个年头了。当初大师兄上的根基最多也只有50年寿元，老天爷，你是在提醒我该去给大师兄收尸了吗？抚摸着刻完正本的棺材，为了这一具棺材准备了足足40年，而他未来的使用者正是将你逼到玄武国的董虚子。师祖啊，收一个也是收，收两个也是收，大师兄如今快死了，你也没有必要再活着了吧。很快皇都到了，左松松袒露了真实身份，他乃玄武国大皇子，如今皇帝大限将至，只剩下最后一年寿命，前段时间下旨，谁能选到龙血所在便能继承玄武国皇位，左松松便是想你帮他与他的八位弟弟竞争皇位。听了这话，你眉头皱起，玄武帝寻找龙血恐怕不是为了找墓地，而是为了逆活一世延长寿命。镜头一切，皇宫内龙椅上坐着一枚眉清目秀的少年，这是玄武国有史以来最强的皇帝左志才。这时一个皇子站出来，父皇，儿臣遍访高人，寻遍名山大川，终于找到一处龙穴所在，定能助父皇再活一世。其他皇子也不甘落后，纷纷说出自己的发现，唯独大皇子左松松一言不发。不说话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你正在炫果盘。心里那个急啊，凑到身边，先生，吃食那些还是等一下吧，要不我们先介绍一下龙穴。你摸嘴，现在是宴会，吃东西才是正事儿。另外你现在关心的应该不是这件事，不关心龙穴还能关注什么？你爹马上就要死了，你们九个儿子兴高采烈地给他找墓地，你不觉得这事儿有些说不过去吗？啊！听到这儿，他恍然大悟，一路滑跪到龙椅前，额头狠狠撞击在地面上。父皇，儿臣舍不得你呀！啊！左志才目光看向你，大儿子找来的这个帮手有点意思，用灵力将左松松托起，安抚几句。来人，给萧凡先生再上一个超大份果盘。你抹嘴，多谢陛下。小小的表演结束，宣武帝终于说起正事儿。朕大限将至，欲行一处仙缘之地逆活一世。十年前朕曾许诺，谁能找到真正的仙缘之地，皇位就归谁。现如今是你们展现成果的时候了。话音落，八位皇子都给身旁请来的高人使了眼色，那些高人纷纷站出，信心满满地介绍起自己找的龙穴。半个时辰过去，他们讲的都是口干舌燥，只有你仍在炫果盘，丝毫没有发言的意思。二皇子见状不悦道，大哥，你从哪里找来这么一个乡野村夫呢？让这样的人出现在大殿上，简直丢了我炫果国的脸面。听了这话，左松松正要反击，你正好将最后一枚灵果消灭，慢悠悠道，没听说过厉害的人都是最后出场吗？慌什么？说完你向玄武帝拱了拱手，陛下，请恕在下直言，这八个地方都是垃圾，想逆回事我有一个地方有几分可能。此话一出，其激愤，放肆，你师尊何门何派，居然在这里大放厥词，说出你的师门，让我们请师父好好教训一下你。玄武帝摆了摆手，压下众人质疑，淡笑道，萧先生，他们八人皆是玄武国有名的风水大师，你如此轻视，是否有不妥呢？在座众人皆是冷笑不已，这种山野村夫绝不可能入得了皇帝法眼，到时候这个萧凡恐怕只有死路一条。你笑了，陛下找的龙穴乃是能逆活一世的地方，这么神奇的地方要是能被青铜找到，那天下修士就不会因为寿元所烦恼。这些人上来就夸夸其谈，足以说明他们口中的话都是骗人。骗人的话可不就是垃圾吗？玄武帝点点头，有几分道理，那不是萧先生所选龙穴在何处呢？你在地图上一指，就在此处。所有人脸色瞬间就变了，左松松脸色难看非常，因为你所指方向正是青铜古殿所处的荒古禁地，众人纷纷倒抽一口凉气。不同于大前的无量秘境和月月国的山谷禁地，玄武国的荒古禁地里面有大恐怖，万年来无人曾踏足过一步。有人破口大骂，荒谬，这乃是天下公认之禁地，故意将陛下引向禁地，其心可诛，恳请陛下将此子诛灭。左志才倒是有兴趣，萧先生为何会选择这样一个地方呢？荒古禁地，生灵误入，那可是个十死无生的决定。你呵呵一笑，洞天福地，有能者居之，世人皆知禁地存在，不可被认知，不可被定义，不可被描述，不可被观察，却有个共识，那便是强大。这样强大的存在，
他们所停留的地方也一定是最好的。陛下想逆祸一世，唯有向死而生，硬闯荒古禁地，方有一线生机。说完，宫殿中就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安静。不知过了许久，皇帝又说道：今日朕有些乏了，都回去吧。从今日起，萧先生为玄武国国师，玄武国境内萧先生可自由出入。说完起身离开。宴会结束后啊，左宗棠问你为何要将龙穴选在荒古禁地，你失望摇头：大公子啊，你觉得到现在都没有看破这一切。左宗棠听得一头雾水，一淡定解释：逆火一世这种事儿比登天还难，让你们九个年龄不过百的小毛孩子准备，简直就是天大笑话。左宗棠愣住，也就是说左皇活了足足 2114.5 年，前2000年没有任何子嗣道侣，可最后100年却生了九个孩子，2000年都没做的事儿，最后100年全做了，你难道不觉得有点像交代后事吗？左宗棠也得明白，你的意思是父皇早在百年前就开始准备了吧？估计不止，这种大事最起码两三百年，他是玄武国最强者，同时也是最了解玄武国的人，他难道会不清楚什么地方能助他逆祸一世吗？荒古禁地本就是左皇为自己所选的龙穴。左宗棠恍然大悟，谈话间你们来到玄武国藏书阁，翻资料的时候有本巨大史书吸引了你的注意，上面的资料有点眼熟，你开口道：青铜古殿的记载你就是从这儿知道的吧？左宗棠点头：没错，前不久我想来这里调取功法请先生出山，偶然间才发现这个线索。你笑了：看来陛下为了请我出来也是煞费苦心，皇子给听懵了，我父皇啥时候请你了？你知道这书这么厚的书籍，凑巧翻开了一页就记载了我要找的东西，你不觉得太巧了吗？10年时间你每年都要找我一次，这样的异常陛下能不关注吗？他发现了我的存在自然会查探我的底细。左宗棠挠挠头：可青铜古殿的事儿，先生只对我一人说过。没错，但你调查古殿消息就会泄露，在玄武国这片土地上你做什么陛下能不知道呢？左宗棠说不出话，我突然感觉我就像个孩子。你当上了玄武国国师后就在藏书阁埋头看书，一看就是一个月，期间玄武帝每天都会派人送来许多修行资源，你照单全收，却资质不提荒古禁地的事儿。这天你悠闲看书，突然一道声音从旁边传来，你还真沉得住气，扭头一看，玄武帝左志才已经站在身边，他感慨：一个月时间你就看了这么多，看样子你很喜欢看书。你一拱手：陛下果然慧眼如炬，在下没有什么独特爱好，但唯独喜爱书本，你有书能给我带来无穷无尽的知识。左皇冷哼一声：玄武阁给你了，国师你也当上了，连送的资源也照单全收，拿这么多好处不干事儿，真以为不敢杀你吗？你咧嘴一笑：陛下的实力毋庸置疑，但我十分肯定陛下不会杀我。皇帝一挑眉：好，你凭什么这么有自信？你拱手：荒古禁地的恐怖陛下比我清楚，去那种凶险之地绝不能出任何意外。左之才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道：开出你的条件。你缓缓开口：我想请陛下帮我杀一个人。好，有意思，以你的实力和智慧都杀不掉的人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来自30000里之外的大前皇朝吧。松松一直把你夸上了天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说说你的过往呢？闻言你微微一笑：既然陛下想听，那在下就给陛下说说吧。这个故事还要从80年前说起，你将自己和师祖洞虚子的事情原原本本说了出来，而听完整个故事，宣武帝对你也产生了一丝好奇，千里跋涉九死一生只为给故人送葬，按理来说这样的人应该重情重义，可以在讲述师门惨况时眼神中充满了平静，如此情况简直是自相矛盾。想到这儿，他开口：你不惜冒着得罪我的风险也要请我出手杀了你的师祖，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报仇吗？你摇头：并不是，请陛下出手只是为了曾经的一个承诺。当初离开夜月国的时候，我说过要替师祖他老人家送葬，说过的话自然是要算数的。玄武帝听完哈哈大笑：好一个说话算话，据你所说青铜古殿共18座，彼此之间也应该有着某种联系，你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，就不怕我像你师祖一样用青铜古殿下方那股不祥力量吗？你神色依旧平静：还是那句话，这股不祥力量的事情我并不关注，在下之所以寻找青铜古殿，那是因为有一位故人在古殿中消失了，我想确认一下他的安全，仅此而已。左皇一拍手：好，荒古禁地危险重重，哪怕能多增加一丝成功的机会我也不会放过，准备一下吧，明日便出发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扔下一句话转身便消失不见，偌大玄武阁又只剩下你一个人。你看向大前皇朝的方向喃喃自语：师祖，时隔50年徒孙终于要来履行承诺了，您老人家应该会很惊讶吧。镜头一切来到曾经的青云宗所在地，如今是敌国地盘，8座坟墓前白发苍苍的大师兄夏目剧烈咳嗽着，因为战火如今这里已经变得残破不堪，你当年提笔写下的对联也变得记忆模糊，徐风来走来出言责怪，
大师兄，你怎么又来这儿了？这话应该我说才对。你现在是青云宗的宗主，大名鼎鼎的不败道人，抵挡月月国的攻势还要靠你。如果你出了问题，其他人怎么办？而我一个将死之人，就算月月国发现了我，也拿我没什么办法。听到这话，徐峰的沉默。当年八师兄萧凡离开青云宗后一去不回，而消失许久的冷风禅师却回来了。他不但带回了月月国的公主温雅贤，也带回了师父师兄们的尸体，却唯独没能将你给带回来。徐峰来看一眼坟墓，师兄，你说八师兄会回来吗？夏木笑了，他当然会回来，因为他要给我收尸送葬呀。师弟是个重承诺的人，这是他说过的话，他就一定会做到。如今我快死了，那也就说明他快回来了。说着抬头看向远处天空，仿佛看到那道熟悉的身影。片刻后，大师兄疲惫的靠在师父立福的墓碑旁挥手道，走吧，你身上还有许多担子，不用整天和我这个死人待在一起，马上就要去见师父了，我有好多心里话要和他们说。至于月月国境地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你就断了知道真相的念头吧。冷风禅师不会告诉你，温雅贤公主也不会告诉你，我们彼此约定过要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。面对大师兄的话，徐风来再次沉默，最后默默离开。等他走后，夏木抚摸着墓碑泪流满面，师父，你说一个好好的青云宗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？力量和寿元真的就比得上一切吗？另一头，你和左聪聪他们也坐着飞舟出发，期间收到了一些关于大前皇朝的情报。如今大前已经被月月国彻底占领，只剩下极少数人在苟延残喘。除此以外，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传闻，比如月月国的妖王被送葬人杀死，青云宗新任宗主徐风来拳法无双，世人尊称不败道人。左聪聪拿着刚刚获得的情报，试图分析对方实力。先生，这送葬人真有这么厉害吗？居然能无声无息的在妖族境内杀死一个化神期妖王。您是大前皇朝的人，月月国和大前皇朝接壤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？见状你咂咂嘴，送葬人啊，我知道，不过你放心，他不会阻拦玄武国的。听到你的话，左聪聪奇怪道，先生这话就不对了，此人行踪神秘，而且性格难以琢磨，说不定是那种喜怒无常的杀人狂魔，不然他怎么会叫送葬人这么晦气的称呼呢？你哦了一声，送葬人是我的外号，我怎么不知道我喜怒无常，而且还是杀人狂魔呢？面对他的疑惑，你说道，我为什么不能是送葬人？你别忘了，我是卖棺材的，而且还包办白事一条龙，专门给人收尸下葬，有个送葬人的称号很奇怪吗？解释起来虽然很怪，但逻辑上来说又好像没什么问题。忽然感应到什么东西，你对着左皇一拱手，我先去办些事情，过段时间就回来。说罢跳下飞舟，看着你离去的背影，左聪聪犹豫道，父皇，你为什么不拦住他？就不怕他跑了吗？左皇淡淡一笑，你很聪慧，但见识还远远不够，说得更准确一点，你还不能分辨人与人的区别。若你有一天能够看到萧凡这个人，就有资格掌握玄武国了。大皇子道，父皇，你真的非去混过境地不可吗？铁人也有触碰过禁忌，可却无一人生还。左皇却笑了，年少时的我意气风发，那时我认为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，活要轰轰烈烈，死要潇潇洒洒，苟延残喘是我最厌恶的事情。可活了两千年后，我变了。凡人赞美爱情会用海枯石烂沧海桑田，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，石头不会腐烂，大海也永远不会干枯。可当你看到一块石头慢慢变为尘埃，海洋变成万里平原，那时才会发现时间才是万物生灵最大的敌人，它强大到足以改变一切，包括我们曾经视为真理的东西。左聪聪似懂非懂，他可能一直都会太小看父皇了。左志才继续道，你只知道直面死亡需要勇气，却不知道死亡后依旧去追求长生需要更大勇气。若你坐到朕的位子上，你真有那个勇气像朕一样去追求长生吗？沉默片刻后，左聪聪叹道，儿臣没有这个勇气。没勇气也不失为一件好事，若有可能，你将来一定要中了萧凡。为何？因为他身上有我所没有的东西。十年前你在魔兽山脉受伤，我其实也一直在身边守护你们的对话，我都一字不落听到。随后我观察他十年，不算长也不算短，可十年后的萧凡和原来的还是一个样，仿佛时间根本无法对他起作用。修士求变数，国家则求稳。我虽是玄武国的皇，但也是一个修士，现在正是我求变的时候。但你不同，有萧凡辅佐你，你未来的路会平稳许多。镜头一切来到青云宗，大师兄夏木虚弱躺在地上，身旁有一个刚挖好的大坑，他仅剩的一只眼睛此时也已经看不见了。就在这时，落叶被踩踏的声音响起，原本即将闭上眼睛的夏木吃力看向那个方向，有些虚弱，小师弟，是你来了吗？看着曾经阴郁潇洒的大师兄变得如此狼狈，你抿抿嘴轻声道，
师兄，是我。夏木笑了，我就知道你会来，因为你承诺过的事情一定会做到。你向他扶起，就要给他更换寿衣。大师兄，去用仅剩的力气推开你的手。好你个臭小子，虽然我马上就要死了，但这不是还没死吗？50年没见了，就不能让我和你说说话呀？你叹气一声，大师兄，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别告诉我你还有什么执念没完成。你是知道我的，我这个人最怕麻烦，给人收拾送葬还马马虎虎，带完了医院这种事情就不是很擅长了。听到你说的话，夏木好似回光返照一般，突然来了几分精神。放屁，你大师兄是那种看不开的人吗？生前没能完成的事情，死后我也不会去麻烦任何人，我只不过是想在临死前夸夸你，这样也不行吗？此话一出，你脸上顿时浮现出笑容。当然行，大师兄的夸奖我是很少听到呀。夏木笑了，一如当年，夸你那是对你的鼓励，但你也不能太过骄傲。你们二人就是曾经一样交流着，聊着入门时的经历，聊着修行时的往事，聊着师父与师兄弟们，仿佛要将这过去几十年没见面的话一口气说完。过了一会儿，夏木挣扎着摸向了师父立佛的墓碑，抚摸着上面的文字，独眼中流下一行眼泪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任凭你生前如何叱咤风云，终究是免不了这几块墓碑。什么功法，什么神兵利器，都不过过往云烟。当初你用师父的雷击木做棺材，我以为你这是孩子心性，可现在我才明白，青云宗内唯有你看得最明白。良久后，他恢复了情绪，好了，伤感的话也说了，快让我看看你给我准备了什么样的棺材吧。一副崭新的金丝楠木棺材取出，摸着纹路，大师兄满意的点点头，很好，不过我白疼你一场，师祖的棺材你准备了吗？你笑了，放心吧，千年雷击桃木上面刻了我所学的所有阵法，保证师祖永远不会诈尸，到时候我会把师祖和你们葬在一起，这样你们也能和他聊天了。夏木放声大笑，好好好，还是小师弟想的妥当。说完站直了身体，整理了一些衣服，随后就永远定格在了这个动作，渐渐失去了生机，一脸平静替他处理起了后事，整理仪容，穿上寿衣，放进棺材，做完这些，将棺材埋进了大师兄挖好的墓地之中，为其立上了一块墓碑，青云宗大师兄夏木葬于此。墓碑的落款依旧是送葬人三个字。看着墓碑，你默默拿出一个酒坛，师兄，这是我根据古法酿制的百花酒，在无量秘境的时候我拉着徐峰来，没有让他去和其他人争斗，按照惯例我肯定又要被师父责骂了，为了逃避惩罚，我酿制的百花酒一部分准备交给师父，希望他老人家手下留情，而另一部分是准备贿赂你，让你给我说说好话。可谁曾想，这坛百花酒你们师侄今日才喝上。说着将酒洒在他们坟前，转身离开，只不过在走的时候对着九座坟墓挥了挥手，师父师兄们，我还要去把师祖带来见你们了，先走一步。你的语气中没有丝毫悲伤，仿佛这只是和故人的一次短暂别而已。